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来木翠频道。有追踪我的朋友啊，应该知道我上一部影片是拍摄与有关意识什么的题材。那其中呢，我有提到调节刻度的规格比较。那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啊，有兴趣可以回头看一下哈。那么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啊，我又发现了一只手模，它的调节规格之强大，绝对称得上顶级之作 ，JMAX。各位朋友，这一只 JMAX 啊，真的是很毒哎！我第一眼看到它、啊、就完全被它毒到了哈。黑曜版的设计啊，真的是漂亮到爆表。那而且又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哦，真的是看到就是非常喜欢哦。那可惜这只 JMAX 啊，目前台湾没有卖哦，好不好？这一只 JMAX 啊，是托我一位美国朋友哦，帮我从国外订购的。那也谢谢他，可以让我拥有这一台梦寐以求的美机。好，那闲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赶快来看一下这一台的机身结构。首先，我先介绍 JMAX 的最大亮点，调节规格。那 JMAX 每转一大圈可以微动 0.8mm 的间距，那 JMAX 每一大圈有90段的调节刻度，那所以换算下来呢，每动一小格的微动间距为 0.0088mm，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精细哦。那 JMAX 最多调整的范围为4圈半，那所以换算下来的有段刻度约莫有400段哦，那完全可以号称是最接近无段的有段调节。这个调节规格厉害了吧？说真的，我当初听到这个规格啊，我真的是口水直流，非常的想买哦。没想到现在 JMAX 就在我的眼前，有点不太真实的感觉啦。好，拆开让各位看一下里面的结构。粉屏为磁吸式，那没有落粉锤的设计哦，底部有一片防滑片。不会滑。好，各位，那如果我们要拆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先用食指大力按压刀盘，然后再拆这里会比较好拆。轴承。各位，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大保养的话啊，这个外刀盘也是可以拆的哦。那拆的方式啊，就是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我们顺时针旋转，可以把外刀盘拆下来，这样就可以彻底的大保养咯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刀盘的部分。JMAX 的刀盘啊，是 EV Presso 自己研发的刀盘哦，那有 48mm 的大刀盘设计。所以研磨效率我认为也不慢哦。那 JMAX 的风味导向啊是意式为主，各位就参考一下刀盘。凸的、平的、凸的朝上哦，轴承、地形片。各位，那像 EV Presso 这种调节设计啊，其实归零点是不好校正的哈。那我有空再拍摄一部影片，教各位如何校正。看完了机身介绍之后啊，现在准备测试一下哈。那我先来测试 JMAX 的意式研磨效率。那 JMAX 我调整的意式刻度啊是 1.55 圈。那我今天使用15公克的浅焙咖啡豆，我们来试一下 JMAX 的意式研磨效率哈。JMAX 研磨15克浅焙咖啡豆，33秒，我觉得这个速度跟阿波罗有拼呢。各位朋友，那因为我这次用的豆子是浅焙豆，跟上次是不一样。那为了让各位方便比较，我这次特别再用一次同样的豆子，我们来比对一下这四只手模的意式研磨效率。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J1 Plus 磨15克的浅焙豆研磨效率56秒，阿波罗36秒， Kinu M47 42秒， JMAX 33秒。那所以依表来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JMAX 跟阿波罗研磨效率其实是伯仲之间哦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首充效能哈、哦。那 ZenMax 我调整的首充刻度啊是 3.35 圈，那一样就是用20目标准塞，然后控制上层出粉 6.4 到 6.6 克为我个人的首充刻度。哦，那我这次测的咖啡豆是浅中培咖啡豆，跟上次的测试豆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ZenMax 首充刻度的研磨圈数。18圈，在 ZenMax 研磨10公克浅中培咖啡豆，18圈就完成了，这效率真的夸张快啊！好啦，我们先不管 ZenMax 效率有多快，我们现在来看 ZenMax 手冲均匀度。这个均匀度我认为是相当均匀了，研磨起来颗粒大小程度也没有差太多。至于颗粒形状呢，我个人认为是有点偏圆形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研磨的撕裂感，各位认为呢？细粉的话大概是 0.28 克左右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也做了一个表格，方便让大家比对。那主要就是针对 ZenMax 还有 ZenMax 的首充刻度、哦、我们来做个效能分析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ZenMax 它的首充刻度 4.8 圈、哦、那它的研磨圈数是36圈，那 ZenMax 的首充刻度 3.55 圈，那研磨圈数18圈，所以效能的部分呢、啊，足足快了 ZenMax 一倍、哦、然后细粉量的部分呢、啊，两支的细粉也是处于伯仲之间啦，就是都差不多。那酸甜感的部分呢，我则是用杯测的方式来进行。哦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ZenMax 它的酸感其实是比较明亮的，那甜感是相对比较弱。哦，那 ZenMax 呢，它的相较 ZenMax 起来，它的酸感就是比较弱，但是甜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强。那所以这样子测试下来呢，我觉得 ZenMax 它的口感会跟阿波罗是比较相近的，各位就参考一下咯。最后总结一下、哦、ZenMax 非常阳刚的一支手磨，研磨效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快、哦、那研磨效率快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比较费力嘛，所以 ZenMax 我不建议女孩子购买，因为其实 ZenMax 磨起来会比较费力，女孩子有可能会磨不动，好不好？那么至于男孩子来讲呢，我觉得男孩子看到 ZenMax 应该都会蛮心动的啦，主要是 ZenMax 我觉得它的性能真的非常的强大，然后颜值担当、哦、各位这个黑曜版的色系啊，真的非常的沉稳内敛，非常好看、哦、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啦、啊、好不好？那说个题外话、哦、我刚才就在想今年的11月咖啡展啊， ED Presso 会不会出怪招， ZenMax 会不会有机会亮相来个限量贩售，会不会？我不知道，我乱讲的、哦、好不好？那么这里是木吹频道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订阅一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